妈，在家呢。你猜我干啥呢？烤地瓜。妈，我在车站呢。今天我在沈阳啊，没少挣钱。咋挣的？烤地瓜。我是在一家洗浴中心给客人烤地瓜。干足疗。妈，回家我就好好给您做一回烤地瓜。妈呀，先不说了，我烤地瓜去了。不是，妈，回家说。捣乱呢？啊，我一说话你就烤地瓜，一说话你就烤地瓜呢。这孩子咋说话呢？你不说话我也烤地瓜呀。你耽误我打地瓜了。你耽误我打电话了。没动，干啥呢？等车呢，带一票准备上车了。票是在手呢，一会儿上车呀。把你这票还给失主。不是你现在都实名制，他能上去车吗？我看看，徐洪凯到。不是你拿我车票干啥呀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反扒志愿者。你反爬，你爬别人，你爬我干啥呀？别人我没看着，我就看着你了。别动，没动。小伙子，我能动不？哎，您随便动啊。烤地瓜，嘿嘿，能动的烤地瓜。那个大爷，你也别动，你这有点闹挺啊。我们这谈正事儿，好不好？手里拿的啥？手机。谁的？他的。还说啥？我说我要还给他，你信不？你跟大爷，你们大爷信吗？不能信的烤地瓜。你看他都不信。姑娘，哎，看看还丢啥东西没啊？对了，我看看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老重要了。哎，还好还好，给我妈买的六贵福光芒女神钻戒还在。其他啥也没丢，就手机搁他手了。不是，你是失主说的很清楚啊，别动，等着我报警啊。不是，等会儿、啊、哎呀，你不能报警啊，我妈在这等我回家过年呢。不是，老妹儿你帮我解释解释呗。你快帮我解释解释。那个同志啊，这大过年呢，他八成是缺点钱。那个大哥啊，我劝你下回可别干这事儿了，你让人抓了个现行。老妹儿你说啥呢？你不知道这礼拜的事儿。那个志愿者同志啊，你这样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。咱们你别说清楚，咱上里面说清楚。不是不是，等会儿呢，你别老报警干啥呀老婆。这样我跟大爷给你重新演一遍事情的经过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你给我两分钟时间行不行？就两分钟啊。行行，来，大家配合来一遍啊。这说不清了都啊。我上来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喂妈呀，不是，我用这手给我妈打的。喂妈呀，在家呗。那个你猜我干啥呢？说词儿。喊烤地瓜呀。不是你打电话的时候不让喊烤地瓜吗？现在让你喊了。大爷你看你配合配合呗。啊，行，配合是吧？重来啊。妈呀，我是在一家洗浴中心给客人干足疗的。对，干足疗。我这啥玩意儿干足疗的？你得喊烤地瓜呀，大爷。啊，你配合一下行不？啊，行呗。妈呀，回家我就好好给您做一回。大爷，你能喊不了？不是，你到底喊啥呀？喊烤地瓜，这都说不清楚了。